新勇者即将在出使之城举行赐剑盛典，人类的七个国家都会派出使节前去祝福他顺利完成使命。完成使命就是要讨伐魔王吧，也就是杀掉你。是啊，只要你想办法先骗陛下进入结界，等他变成一级之后马上杀了他。希望成功之前不会因为虚脱而挂掉。愿要保持住微笑，竭尽全力向前奔跑，沿着墙壁共同迷宫全力出逃。越是听从他人的教导，越是无法打破给我的囚牢。亲吻能升级吗？你想我帮你升级一下吗？啊，我那个、啊，你不是当真吧？脸都红了。我们决斗。